얘기? 気をつけて、欲しかったかも。ありがとう。拍那个广告，哎，第一次看到你长得很漂亮啊！谢谢。卡哇伊，中文怎么样？在台湾多久了？啊，来台湾四年了。四年，すごいね。四年，すごいね。读写都 OK。觉得台湾的男生怎么样？平常有看我们节目吗？平常有看。有看是吧？喜欢。我们的节目很舒服，开心。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很舒服的节目，看得很开心嘛。在台湾有遇到什么样喜欢的男生吗？哎，还没。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男生很贴心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希望有好的缘分。美国的也不错，美国的也不错。那你会不会喜欢像宪哥这样子？哎，我觉得宪哥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像宪哥这种 skype 就不 skype， 他是住嘴。台湾的黑脑机上，哎，黑脑机上还可以吗？那就不黑脑，很帅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好好，来，哎，你的智长在哪里？我的痣在嘴唇，嘴唇啊，哦，小小的，很性感，是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痣一点点而已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痣哦，嗯，我恕我直言好不好？是是是，美丽是美丽，身材好又迷人，痣长在嘴唇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女人生活不单纯，好哦，什么意思？意呢？阿拉达就是意呢。阿拉达瓦是长在这个嘴唇内，怎么样？啊，比较，然后比较生活里面比较复杂一点。生活复杂，这个中文有一点听不懂。あのちょっとあの、ボーイフレンドがあの、ちょっといろいろな彼氏です。账账还不够一下。女の哈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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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女哈斗，美女哈斗，これいいで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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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これいいです。あの、市長讲吗？浮気です。哎，会讲呢？浮気浮気。恋人いっぱいいますよ。いませんいません。好き君の男はいっぱいいる。いっぱいいる。男、男生、男朋友很多。最好的意思吗？那当然是很不好，不好的意思，是不好的意思。对你的老公是不好了。张老师，我特别想要看这个他的面相。啊，对哈，对呀，对呀。あのさ、あの鼻子呢？
有肉呢，鼻子呢，代表他这个财富哦，只进不出。哦，哎呦 ，OK 哈、哦，然后他这个颧骨蛮高的，责任心很重大，是是然后醇厚。醇厚齿白，他这个人是有话直说型的，有话直说，他不像日本人比较低沉阴沉，他是一个开放女孩子，是善良的女孩子，适不适合天秤座的男生？非常适合。哎呦，天秤座的男生是，宪哥什么座？啊，刚好天秤座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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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谢谢贾斯汀，来请回说，他没有，他没有互动呢，我跟他互动就好。不行这样子呢，我们单位还是有，有规则的，打妹，来，哎呦，爱的传传。哎呦！これは外国朋友不会玩，宪哥要不要示范一下？示范一下啦！外国朋友不会玩。これはとても簡単ですね。とても簡単。ガチで磨ってきゃいね。嘴巴ね。拿过去呢？穿好衣呢？穿过去呢？穿好衣呢？哎。跟你传没什么意思，我只要跟我妹妹传一下，好不好？小茉莉，来 ，Kiwi Baby， 请你坐旁边一点，坐旁边一点。来，茉莉，我们来。我以为你现在是那么重型，哎，我们都是正经的，你。奇怪，你的新欢不是那个吗？哎，不是梦辰吗？哎呦！流那么多口水上去干嘛？器官不能有，太有 feel 了嘛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来啊，乖，多色吧。所以你看，平常多交朋友，真心真意，人家永远不会觉得真的啊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我再示范一次嘛，你还要不认真看，我们很难。你了解了吗？刚刚没有看清楚了，刚刚没看清楚，你清楚了吗？清楚，他清楚了。哎，但是真的会吗？我可以不用东西也跟他。喂，我来拿着，我很担心，你先来一个试试看，我怕他不了解啊。来，我真的怕他不了解。砍一杯，来，露露，你跟露露，哎，这个叫做共识啊，共识一根。碰到了，哇！紧张什么？太近了。好，让他们两位先共棒。棒那个巧克力棒，再来共茄，共棒共茄，再来共敌，共敌最敌输，先共输好了，共输来共输一下，对，共输呢，嘴巴共输，来嘴巴的是哦，哎呦，好性感哦，我的妈哎，我鼻子好尖哦，两个人，哇，两个人鼻子好尖哦，一嘞，尖尖五只小翘，来第二个番茄。トマト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すごいね。ジャスティン要闭眼睛啦，闭眼睛。ジャスティン要闭眼睛。哇，这个好近哦。Enjoy。真的。哎呦！哇，这个不会碰到吧？哎，不要这样子，哎。死鬼呢！来，最后一个啊！金就输，十八的戏，金就输。过来，十八的戏，你要闭眼睛啊！浪漫一点。什么东西？金价舒服是什么？金就紧张吗？金就的是。金就是金就的是。嘿，一边。哦，贾斯汀闭眼睛哈。哎，这个是最近的。好近啊！Oh my！传字，来字，今天的主题就是字。来，宪哥先。好，谢谢，来，先带他回去，请坐，谢谢啊。